那个是什么？鸡蛋花。哦，被淘汰了。这是什么？他也被淘汰了。这个就你最挑，他也被淘汰了。哦，他保留了。这是什么秘境茶香？好，那你选一个。看来你比较有效率啊。秘境茶香还不错。其实有一点点雷同，才没有雷同的，你再闻一次。刚刚是我喜欢的味道。这个沐浴乳是780，我有580，怎么样？你有感觉吗？你都喜欢？对。再来。这闻起来比较甜，这闻起来很甜。对啊，我就说有甜甜味啊。这应该是里面最甜的，哦，闻起来就，是糖。你讲的很好笑。禁止抽烟。哦，没关系，我们家不抽烟。禁止煮菜。你说那个？这个就2瓶899。对，它会有盒子，是这样的，还是？不是，它因为它比较大。